60%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多。嗯，那我们这个材料运用到30%就够了。设置好之后就不动了，然后下面是时间，这个是焊接时间，根据稳定材料上下调整。3秒。下面是冷却时间，冷却时间是一般来说是冷却气动控制时候才会有作用，像我们这个冷却是外接的，所以说没有作用。当时间调好之后，把这个时间开关打开，就可以进入时间控制模式。